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娜扎从 Big News Malaysia， 所以美女你叫什么？美国从哪来？我叫李潇潇，来自重庆。所以这两个烟有什么口味可以介绍一下给我们吗？是葡萄柚，就是 Iceberg 这个牌子，然后这一款是我们的旗舰口味荔枝冰。这个牌子它一共是三个口味。这两种你比较喜欢哪一个呢？我个人比较喜欢荔枝，对。所以等一下我试一试这个。好。那最后就是怎么联络你们呢？你们有没有 Facebook 还是 WeChat？ 有微信可以联系我们，然后对。OK， 联络他们从微信 OK。谢谢。